热转印色差如何避免？三个技巧让热转印颜色效果更完美。为了达到良好的印制效果，除了慎选底材颜色及自定义列印设定外，还能透过以下三个技巧帮助热转印颜色更稳定，转印的效果更完美。今天就跟着易生一起来了解。一、调整列印解析度。列印热转印纸时，务必调整为合适的列印解析度，因解析度高低会影响出墨量多寡，太多或太少都会造成热转印色差。二、选择适合的转印纸张，材质与品质也会对印表机喷墨造成影响，各种材质的热转印纸吸墨性、涂色率都不尽相同，因此建议选择品质好、材质适合的纸张，让色彩保持稳定，且如果没有特殊需求，应尽量避免更换纸张品牌及材质。三、确认色彩模式。使用印表机列印热转印纸时，若产生偏色问题，可开启列印进阶选项，依照色偏状态调整列印的颜色，让热转印纸的颜色更符合预期效果，避免热转印色差的状况发生。透过以上三点，希望能帮助大家印制出效果良好的热转印制品。若有其他热转印相关问题需要为您解答，都欢迎与易生联络哦。易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，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 MIT 品牌易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